好吧，你赢了啊。那我想问你，这么多追求者，你万花丛中选了一朵，你后悔吗？我这像挑事儿的啊。后悔。现在有点后悔。嗯，后悔啥呢？平常我家伙食费没有他的时候一天30，现在有他60。他这么能吃呢？啊、哦，主要还能打。啊、哦，你滚！有孩子了吗？有。闺女还是小子？女孩。女孩。一个女孩，多大了呀？2岁2个月。会跳舞吗？她看心情。看心情。那我们看看她心情怎么样，好吗？来，掌声有请。喵喵。来吧。快来，我在这儿呢。2岁2个月，啊，过来，比我女儿正好大1岁。那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淼淼。淼淼，淼淼今年几岁了？你说我2岁了。会跳舞吗？你跳个舞吧。那个妈宝宝，看样子今天心情不好。对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不跳是吧？你跳个舞吧。她好带吗？还可以吧。你们俩谁带的多一点？我妈带的多。对，我婆婆带的多。你们俩之间谁带的多？我俩都不带。我带的多。来，你不带孩子的？我就是平常陪他玩行，他玩可以，带我带不了的。啊，这长得更像谁呢？像你。都说像我。还是像你啊。但是他长得特别像他小时候。哦，想不想让他以后也从事舞蹈呀？想。这个啊，不勉强吧，喜欢的话就肯定会。我觉得还是尊重他天性吧。他要干嘛去？我不知道。他要走，看他心情不太好。这样，工作人员先让淼淼小姐休息一下，你走吧，好吗？那你走吧。这两个人身上有独特的气质啊，都是比较率真洒脱的那种类型。你们俩之间应该彼此不会藏着掖着，说那种转弯的话吧？没有，我俩有时候都是直来直去的。我俩有时候晚上自己喝个酒，哎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对，最近你办事不行啊。我俩还就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基本上没喊过，老公怎么样？就没撒过娇啊？没喊过。那你生孩子那会儿，你总像个女人吧？生孩子那会儿，对吧？你怀孩子的时候，生孩子这个必须得讲，我觉得就因为这件事，他就绝对是男生。怎么了？因为我怀孕那会儿吧，我也不知道属于不属于难产啊，就反正就是在医院待了2天3夜，嗯，就一直来这儿嘛，就是要死了那种，一直下坠，坐着也不是，躺着也不是，然后呢，他就2天3夜几乎上没有合眼，就站到这里，我做个示范，我就一直这样往下坠，他就这个造型，等于说，生完孩子以后，我是一点毛病没落下来，然后他落下了月子病。每逢刮风下雨，他的腰就受不了，就开始疼。今天早上起来说，不行，今天我录不了了，我的腰又不行了。